今仔五月十八号，然后即马九点啊，我咧想，今仔那会小可反常啊？通常这个时阵是不是爱先跳灯啊？对不？这个灯是爱先跳一下较对啊。啊，今仔那还未跳灯，莫名其妙啊吼！为什么大家排队讲要去迄号去要去快筛？你袂感觉足奇怪吗？为什么要排队去快筛？虽然遐唔免钱诶，啊，为啥要排队？为着要领十万块啦！知影无？验有验着就十万啊呢，对无？验出来就十万啊！啊，你也无验，你唔知影啊。反正你无去用框，你也无去用隔离啊，所以爱拼看卖啊。你有保险的吼，有保险的当然去验看有对无？对，你有十万块啊，吼！所以你看到迄个网咖遐的安尼大排长龙啊，无你快筛唔知偌济钱吼？嘿，咱也家己去快筛唔知偌济啦吼。现在讲跳灯啦吼。哦，跳灯这件代志，我嘛感觉难以置信哦。难以置信的点伫个对，就是讲，咱进前一定咧美熊猫经营公司无诚信，吼、哦，就是拢做爱讲白贼无诚信。结果未想到咱的政府嘛咧讲白贼，所以咱误会啊，吼、哦，咱完全一定误会这间外送公司啊，安那讲咧，因为伊是有样学样，伊是学政府的吼，伊、哦、是先学政府，政府安那做一对咧二，有样学样，所以咱袂当怪熊猫啊。哦，咱来怪怪这个政府，因为这个政府甲咱讲白贼。为什么当初前几天啦吼，前几天第一道跳电的时阵，啊明明就是欠电无甲咱讲，伊甲讲迄是人为疏失。啊，你明明就是欠电，你敢讲人为疏失？啊，到第二道就是昨个跳电的时阵，他心里讲，嗯，咱的电无够，咱的电无够。哦，啊，伫遮吼。伊竟然一定承认啊！伊当下第一时间无要承认讲欠电吼，啊！伊竟然即马恁讲啊吼，一定知错啊吼，认错啊！来拜托台，伊就讲欠电啦，紧甲你的挖矿机关掉，好无？好无？恁家咧挖矿的啦，有听到无啦？啊！即马比特币存44,000美元啊咧，44,000美金吼，你前几工阁有将近6万咧，即马存44,000啊，你阁要挖吗？你阁要挖吗？啊！若阁熟个咧，你即马好不容易挖一个，怎阁熟个？熟到存3万，啊！我问你是要赚啥小？你的利润愈来愈低啊！拜托你矿机紧关掉，矿机！你这什么比特币这个物件，真正完全对这個社会完全无贡献，你无任何的产值。你人其他一挂物件，生产线一挂机器咧架个，再产出一挂物件。啊，你迄个挖，你迄个为着你底下是开个机器，开个为着要挖比特币，为着你家的利益，啊，浪费遐侪电，浪费遐侪电。啊！你没有产生任何产值，这些虚拟的物件在咧炒，所以我才感觉这物件啊好无义，你安怎？这真正好无义，啊无真正不干咧，在咧挖矿啊，搞这嘛显示卡个无？啊好啦，咱等一个月看嘛，比特币可能存3万啦吼，哦，个恶啊，你个恶啊，哦，啊等比特币就来了，台湾就袂欠电啊，吼、哦，台湾就袂欠电。你讲诺富特效应成功，嘿，对，敢那无人关心，因为这嘛变亏啊，这嘛大烦恼是讲。啊，我隔壁才有对啊，上个插销你诺富特啊，真正失败啊吼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灯啊吼，哦，咱头前就先来讲好啊，讲这个灯啊吼，啊，为啥会跳掉吼？阮兜无，阮家无停着啦。伊讲什么 CD 组，哎、欸、，CD 组都可怜呢、欸、，CD 组真正都可怜呢、欸，那两道跳拢是跳 CD 组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今麦在甲恁讲啊吼，啊，其实这跳灯那也是预期着，你安怎？你即摆使预测底些跳电，因为嘿，咱台电的吼，咱的频率是偌济，110伏特，60赫兹嘛，吼、哦，60赫兹。啊，我买你有示波器啊，是你会使用三用电表去量你的迄、那、落、個，你插头的电压是偌济啦吼，吼、哦，差不多，伊敢来减几趴啦吼，就是假设伊的电无够的时阵，也该稀释，你知影无？即摆台电啦吼，我就甲你讲哦，即摆咱台电袂吼，咱的电吼无顺呐。你知影无？袂好，咱的电是无纯的哦，那个电不够纯哦，不是纯的，还有套水哦。就人咧讲啊，还有套水哦。即卖电有套水，因为无够用啊，无够用爱套挂水卖你啦吼。啊，无正常来讲是110伏，伊个误差值袂当做大啦，110伏60赫兹嘛吼。啊，假设伊电无够的时阵吼，台电会做啥物代志？他要挤出更多电让你用啊，所以也做一件代志，叫做降压。伊会先甲电压降落来吼，原本110可能降到剩107，啊来60赫兹就变成58还是57，啊袂当个愈低哦，嘿啊愈低会出代志哦，吼，所以你会使，我是毋知这频率咩啊扭啦吼，扭一般你变示波器扭就好扭，啊这扭咪会爆炸无？
我唔知吼。这咱插头咧变牛爷波形，我唔知咩样吼。因为蛮好白插哦，你要少研究者，你直接插应该崩了吼。是波器直接插应该会爆炸。哎，研究者吼，反正你有法度去牛，你插头的迄个频率吼，伊差不多五十倍以下的做危险嘛吼。你看伊的频率呐，低于58的做危险嘛，就濒临跳电边缘，你知无？迄个濒临跳电边缘吼，伊个低吼。因为咱的发电机啊吼，咱的发电厂咧架吼，伊拢有一个迄个转动的惯性啦，伊就是爱维持60赫兹啊。啊，即马啦，其中一个电厂出错吼，其中一个电厂出错吼，伊会把迄个全部频率往下拉，你知无？频率往下拉了，伊袂当个救了，因为它只要往下降咧，规电网会去拖累，你知无？迄个等于讲你一台车咧赛台速度爱同款，你若一个慢落来，了台台对做会慢落来。吼、哦，啊，即领来佫慢落来了，你着该对伊慢落来，全部对咧慢落来吼、哦。啊，怎会互即个规电网崩溃？所以你才会看着讲前几工吼、哦，前几工迄个新达火力发电厂跳掉就是安尼。吼、哦，因为他已经受不了，他一个架落去，然后伊继续架落去了，会互规电网崩溃，所以他自己跳开，迄是一个保护机制。啊，无佫落去了吼，恁兜的电压原本百用啦吼，迄领也继续架吼，你频率愈来愈低，电压愈来愈低吼，到时你。恁家的电器会受伤啊，你知无？啊，其实咱即马咧用吼，这就足危险。我就讲啊，即马咱的电无顺，这正经都有人报啊吼。那你看正经有一道嘛是跳电吼，敢是几当前吼，迄道嘛发生都有人咧报啊吼。报讲吼，这电无顺，电无顺会造成一种现象，就是咱的电器会较紧歹，你知无？咱的电器会较紧歹哦。会变作啊歹哦，你短时间无影响哦，短时间你感觉袂出来，你讲就即电压减小看尔啊，啊频率减小看尔，应该无影响吧？有诶电器足敏感诶吼，有诶物件足敏感诶，你歹吼，你就爱叫吼，所以有阵时电器做歹，就人讲诶啥物电压不稳，电压不稳就是安尼来吼，电压无稳定啊，就是伊拢甲你偷啊，即嘛即无顺，你知无？得加迄落你加油，甲你加着黑心油同款吼。即马电无顺啊，因为无够用啊，所以拜托者矿机紧关掉，甲恁爸的话听咧，矿机关掉吼，你到时候可能剩3000美金啦吼，3万美金啦吼，你卖无好价啊吼。咱拄啊假设新达火力发电厂啦吼，伊的发电量是全台湾的10%啦吼，啊绿电是占20%吼，啊来迄个火力发电厂跳掉是，你当作是靠10%咧吼，唔是哦。迄、那个跳掉了吼，是你绿电嘛？对咧跳掉、哦，所以等于是10+20，少了30%哦，直接减30%的电哦。因为绿电是垃圾电呐，你若到时你电网崩溃的时阵，伊会甲其他的电网一起拖累，所以它也要跳掉，你知无？爱对咧跳掉啦吼，所以绿电这物件真正是笨蛇，真正是笨蛇。你除非你的迄落啦，安那讲，除非你的电网有做较做完善啦吼，你会使去维持迄个啥物啊？迄、那个备载容量要有够，啊无吼，其实绿电其实嘛做危险的，你啊比例伤高，到时跳掉了吼，绿电要跟着跳开，你哪存一种火力啊？火力核能这主力都会加，啊会使加偌济电，咱唔知啦吼，啊你看今麦打5月尔吼，5月尔就安尼吼，所以后边个都刺激的吼。我要全年买一个物件咧，有时候搞应该真麻烦嘛，搁爱底下添资料，添咩有诶无诶，迄嘛是讲，迄敢那嘛是要甲政府交代一下尔吧，因为我老假资料你嘛唔知影、啊。对不？我电话给你留假，我名给你留假，啊是咩啦？啊，所以你做这有啥物意义啊？啊，无意义啊！你造成人的麻烦呢啊！我足烦呢，迄真正足烦呢！我全年买一个物件怎啊咧？我干！啊，我买用迄个，因为即款 Uber 啊 ，Uber 会使点全年，啊毋过歹势，即几工点无？哇，真几工啦吼！伊前几工还袂爆发的时吼，全年阁会使用 Uber 店哦，啊，即摆拍开无啊，全年店家无伊，敢若先抽掉啊啦吼，因为真正无用袂过来啦吼，伊即摆全年上无用啊，所以伊敢若暂时甲迄个 Uber 抽掉啊吼。哎，我拢袂当用外送店啊，我想要用 Uber 点全年就好啊，无想要阁去遐阁添资料啥只，阁会使入去哦，干哪搞工啊？对啊，啊，互迄个外送员趁钱安尼啊，对无？哦，一个打7折啊，吼，所以阿袂点的，我告诉你啦，全年会使叫，会使点啊。敢那打新竹甲台南有尔吧，因为你其他的所在拢有啊嘛，其他的所在 Uber 拢一定有全年啊嘛。讲个重点啊，十连制真正做烦，真正做烦的，这个物件，这莫名其妙猛引这出来吼，啊，做麻烦，而且即马连你公司嘛是啊，迄公司的什么
你看有哪中岛，咱会使家己看咩哪食，即马一律就是用便当，哦，一律拢改便当。啊来个啥物梅花座啦，啊来个啥物啊？迄是无戴口罩，是哦。梅花座啦，啊来个迄个休息时间就该错开啦。啊错开有一个影响足大，就是啊我要困中岛，我咩啊困，你知无？啊，这个时间我困中岛，爱换另外一个人来食饭，啊，食饭伫爱，搁伫爱开讲，哎、欸，足差你安知？像我这种足浅眠的人吼，你伫边啊伫遐讲小夸话，还是伫遐行路，就差到我困袂起啊！干哪啊，干啊，你到底是啥小啦？拢免困啊你，拢免困啊你啦！干，啊无搁舞一个空间出来嘛？你搁共舞一个较侪空间，互人休困的嘛？啊无你伫遐舞分流，干你娘拢免困中岛啊！真正中岛拢免困啊，好，人家都烦呢。啊，对对对，迄电梯嘛是啦，迄电梯阁愈智障，因为只讲讲我电梯足客，甲你讲一台电梯会使坐四个人呢，一台电梯会使坐四个人，啊，看恁公司吼，即马就是看恁公司大间啊、细间，啊是恁那种，你若是商办，你就死啊；你若是大，你若是伫商办，你就死啊。商办迄拢三四十楼，你有可能甲你行楼梯去哩嘛？无嘛？啊，你有诶公司较细间诶吼。吼、哦，迄楼层较少，像迄种南科迄种公司，差不多拢五六楼尔吼，五六楼你阁会使用爬啦吼，行楼梯小可爬一下就好啊。啊，你也是上班的，我问你上班咩啦？跟人家惊到死。诶、欸，这道物价呢吼，但叫甲无力啦吼。第一就是迄落欠水嘛吼，咱前下是欠水有无？欠水了啊，后来出现疫情，啊，疫情了安那嘞，股票大跌，跌甲大惊惊，先惊惊困袂好。啊，你先惊惊困袂好就好啊，吼！啊，烦恼疫情，烦恼该困袂起，啊，佫熊熊佫甲你跳灯，即马话欠灯，欠灯台惊到要死。诶、欸，迄个衰时阵哦，迄一个国家咧衰，也是讲咱个总统咧衰时，大概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你看哦，欠水啦，欠灯啦，疫情啦，啊来是啥物？啊来就是地动啊啦吼，啊来就是地动啊啦吼，地动应该连咪就来啊吼。你等你看啦，你等你看，嘿啦，真正摇嘞吼，干哪、啊？我就讲啊，这个总统真正咧衰啦，这个真正这个总统咧衰啦吼。啊，地动了啊，来啥物？风台嘛，诶、欸，这拢台湾咧发生诶啊，这拢台湾咧发生诶，对无吼？这是我即马咧想的一件代志，有当时想要美政府啦吼，有当时想要美政府，啊，毋过即马反到头来啦吼。咱反倒头来想一件代志，就是讲，做到即马有倒一个总统无向骂过啊？啊，到底有倒一个总统无向骂过啊？李登辉吗？李登辉敢有向骂？李登辉应该较少向骂吧？吼、哦，敢若打村李登辉尔哦？蒋经国吗？哦，迄个时吼、哦，我搞袂出事，唔知蒋经国是啥，但应该阁是戒严嘛吼，阁是戒严时代嘛，所以你当然袂当阿骂啊，你哪会当阿错？你若错，你就去用伊度阿查水表呢，对无？对嘛，戒严时代嘛，那不一样，安尼打应该打李登辉尔嘛，想看阿李登辉无啥用骂，阿是咱毋是迄年代人，所以毋知影。习近平没有人骂他，习大大。有啦，习大大咱拢甲骂啊，毋是吗？维尼，哦，评价很两极啊，对啦。我感觉应该是李登辉算较好啦，嘿，较咱较袂迄落。外省啊，足突然咯，安尼迄就是意识形态啊，无共啦。我讲的是迄落一般人，你莫有迄落意识形态，因为你有的是看政党的人，你就讲啊，即个我就袂爽啊，嘿啊，对啊。好，咱讲了，我真是好奇总统，安尼咱倒头来问，咱倒头来问一件代志，咱当是问讲，敢有倒一个总统无向骂？啊，即马来问讲，敢有倒一个副总统向骂？倒一个副总统向骂？你若讲副总统向骂，我感觉就我有点印象哦，好像是那个姓白的哦，姓白的那个哦，不是林郑吧？林郑还好吧？副总统是爱有调的呢，认真有调副总统吗？搞做一个副总统像没？因为副总统无啥物存在感呢，
副总统真正无啥物存在感呢，敢若恐咩？敢是迄个白敦义？敢是白敦义还是啥？嘿嘛，啊吕秀莲嘛有哦。嘿，吕秀莲我敢若无啥影响呢，无啥影响。那武这防疫有一寡步，我感觉拢是假的啦。对，咱顶个讲的，你转药啊，你转个头壳是咧转啥小？你转头壳，你当作你是咧，你着转蠓啊呢？啊，登革热呢？对不？你是咧转蠓啊的对啊，无啥好吼。啊，量体温嘛是啊，为着迄落啊，为着是没有症状啊，对不吼？啊，防疫这着真正啊。会当做就是口罩啊，戴口罩尔啊，无咧。啊，这吼有破洞做正常的啦。伊、欸、这就是你久啊，你就会偷懒的安内，一定的啦吼。这做久啊，你就对偷懒。我顶该讲啊，我顶该标题唔受怕吗？防疫就跟治安一样，吼、哦，就跟治安一样，懒了就有漏洞。吼、哦，啊，咱今仔会使先出来讲一下治安的啦吼。治安这个物件，咱会使先出来讲一下吼。其实咱大家生活中会用到的物件，咱讲到治安啦吼，讲到治安，大家第一印象是啥物？大家一印象就是讲吼，啊，就是电脑。你就是讲咱电脑敢有中毒安那对无吼？我敢有咧定期扫毒安那吼？歹势毋是，即摆上好中毒的无一定是电脑哦。你知无？为啥物会有治安疑虑？就是讲，你只要有连上网的东西，你只要连着网络的物件，都有危险。都有治安的诶，迄个危险吼，所以咧，电脑一个物件做危险，大家拢去忽视啊，大家拢忽略掉啥物物件，就是你的手机啊，卖怀疑，就是你的手机啊，你的手机啊，网络拢啊开诶，你都唔知影讲，哼，有没有被害进去？尤其是你刷机诶，为啥要用安卓系统？为啥要用 iOS？ 啊，我要甲你刷机了，你的手机也变做危险，无稳定吼。尤其是有一挂城市是咱拢 Google 啊，迄个安全吼，阿维吼，你啊是啥物 APK 啊，哦也该出现安全提示吼，讲你真的要安装嘛吼，这台较细哩，这台较细哩吼，你要拿你手机啊，你即马手机啊有几个镜头，对无？即马手机啊镜头愈来愈侪啊，头前一个后边一个啊，你敢有想过一个问题？来，恁今仔敢有想过一个问题？就是你若抓到，就我讲的，假设你的手机啊，若甲刷机落，你甲刷机落，你搁抓到迄种来路不明的程式 APK 啥小，吼、哦，啊来，你若查囡仔，你若查囡仔，啊你伫房间你都唔知影讲迄个监视器去用拍开啊、哦，你知无？你手机啊镜头就安尼偷偷去用拍开啊，啊你可能抓洗身躯啥小，就去用看了了。欸，我今仔无讲你都唔知吼、哦。我今仔无讲，你拢大拢讲啊，手机也无啥物嘅，对无？对无？你唔知哦，足恐怖嘅哦，足恐怖哦，手机哦，治安哦，治安最有漏洞嘅哦。啊无，现在进行有啥物？今天啊，治安嘅造成破口，真正就是咱人分担。其实啊无，其实防了都好嘅，然后为什么会出现破口，就是咱自己人呐、啊。就我讲的，就是你自己人搞的鬼，绝对不是人家从外面打进来，是你自己松懈了，就是你自己松懈了，你知无？哦，安那讲，你看进前的迄、那、落、個，你啊对啊，你讲 iOS 点么拢会啦，加减拢会掉啦，吼、哦，你看进前的台机顶是讲一个 USB， 一个 USB 就好全部中标啊，啊安那发生的？你敢有想过人家那个顶尖骇客，人家顶尖骇客，你要怎么骇都攻打不进去台积电，你安那拍都拍袂入去，结果伊安那中标，就是家己内底两三只 USB 插了，歹势，是啊，松懈，安尼这样就死了，对。啊，有阵时咱啊，恁爱说伊的是啥？咱伫只真正甲大家教育一下，因为咱早晚上定咧提手机啊，大家真正较细腻的。嘿，有一挂群主，咱加做者群主。哦，而且甲你讲，咱加做一个群组，有阵时在看一挂讯息，一挂网址真正唔通我被点。哦，网址真的不要乱点，有诶做耸动，甲你讲我要申请啥物补助诶啦吼、哦，防疫补助金啊，从政府啥物补助工，突然补助啥小诶，冒被点，冒被点，拍死，真正拜托大家冒被点吼，点了你可能中标啊。哦，啊有诶一挂耸动标题，真正有心人士弄诶迄落。就是伫咧各大群组啊，底下欧北发文啊，钓鱼啊，然后看钓一个是一个啦吼，
所以真正唔通有阵仔手真吼，有诶就是好奇心。真诶啊，人就是死伫个好奇心啊，好奇心作动，我白听啊，点无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哦，你的是伫刷卡，刷卡一寡资讯啊，嘿，啥物中奖讯息啥足济啦吼。你的刷卡资讯就用迄个啊，就用盗刷之类，啊无你看之前迄个真看你主播，吼，敢是主播用盗刷，吼，熊猫一直用点对无？